好的，各位同学，女人的心房四小是哪四小？当然是肚子小、屁股小、大腿小、手背小。那今天樊老师要先示范教大家两个屁股跟大腿的动作，很简单，拿一颗球放在你的背后，顶在你们家的墙壁上，你可以跟樊老师一样。然后呢，蹲下去的同时往下蹲，膝盖不要超过你的脚尖，背杆挺直，很好。对，膝盖不要超过你的脚尖。我们以这样的动作，不要太快，一分半钟的时间上下，一分半钟的时间上下。你的重心要在你的大腿跟你的屁股上面。记得，当你要做屁股的时候，请你把屁股往后撅，往后用劲地撅，很好，抬起来，继续下蹲的同时，大腿同时用力，身体保持一个 L 型。平着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跟着潘老师一起很好，试试看，这就是一个示范的动作，让你知道所谓心房四小，女人的心房四小是哪四小？今天已经告诉你两小，那么下一次再告诉你另外的两小，准备好了没？预备